所不知道的明星真相。周渝民至今未收到吴建豪结婚喜帖，原来的男神如今已经成为别人的男人。2001年，一部《流星花园》在当时可是迷倒了大把大把的小女生。而最近随着吴建豪婚讯的曝光，35岁的偶像如今也已经到了恨嫁的年纪。尽管 F4 已经解散多年，但这次好兄弟的婚礼 F3 有望再度合体，组成史上最帅伴郎团。不过这种种的可能都必须有一个前提 ，Vanessa 婚礼你可别忘了叫他们呀。目前我这边也没有得到什么结婚的新的消息跟邀请，不过镜头也是再一次诚恳的邀请 Vanessa 把喜帖拿给我，要我做什么事情我绝对两肋插刀义不容辞，只要你提早跟我讲我一定有时间，然后我们来瞧瞧看，这边四个人一起来在婚礼面好好玩一玩闹一闹，谢谢。乐翻天，综合报道。